时间出什么问题了？快点！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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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文兰，我喜欢你。我想说，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。对别人说"喜欢你"三个字非常容易。 但是对你说，却真的困难。你愿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？施楚，我一直把你当弟弟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就不能回头看看我吗？慕白还在楼下等我。兰姐，其实我早就猜到了。我今天只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如果慕白能够保证不伤害你的话。 那我祝你们幸福。石楚，实验怎么样了？实验失败了，你要好好待他。文兰，我听石楚说实验失败了，你没事吧？你等一下。 小姐吗？对，我是。这是周文成给你的信。兰兰，首先爸爸对你道歉，这些话我没脸当着你的面开口，所以写下来，告诉你。 在我身体出事以后，我想了很多，也反思了很多。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，最后只有你和慕白关心我。我不敢奢求你能原谅我，都是咎由自取，却怨不得别人。虽然你妈不是我害死的，但是我的确有无法推脱的责任。当初我就是因为。 自尊心作祟，被时太集团收买了，偷偷的把你妈妈、舅舅研究的资料还有数据都销毁了，这才导致他们过度劳累，接连病倒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个东西。自从你妈妈去世以后，我每次看到你，就会想起我曾经一无所有，倒插门，所以我。 才总会对你横眉冷对，为了让你离我远远的，我好投个心安。我很自私，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。如果我手术失败了，请不要为我难过，对不起了，我不配当你爸。 做错事的是他，到最后伤心的是我呀！不会有事的。好，难得，等了这么久，本来那不是研究成果，还是你要远走高飞啊？我没觉得我的选择有什么问题，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慕白和温岚复合，真是没出息！ 我做错什么了？该努力我都努力了，你让我不要坐以待毙，我也照做了。可结果呢？我就算再不甘心，也不会像你和父亲一样不择手段。石楚，我花了5年的时间，整整5年，我们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都用在这个项目上了，绝对不能输。好。 你不想破坏温岚的实验，我接受；你也不想参与慕斯和时代之间的竞争，我也接受。
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文修远现在在哪里？你别做梦了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说，如果你要赢慕斯，就光明正大的去赢，别在背后耍阴招，给我丢人了。医生，我爸他怎么样了？嗯，手术很成功，已经脱离危险了。嗯，太好了，没事了。好的，老板，你舅舅就是我舅舅，城北疗养院是吧？好，我办事你放心。拜拜。我姑奶奶，你怎么跟幽灵一样，怎么连声都没有？穆哥哥呢？他在办公室吗？老板他谈合作去。谈合作？我看是去见温岚了吧。我也一直觉得自己恨透了他，毕竟他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妈的事。可是想到他如果死了，我还是会难过，还是会害怕他有一天真的会离开我。别想太多了，他都已经改过了，你也要试着慢慢去接受他。这段时间，谢谢你。那还用说？嗯，对了，其实那天石楚叫我去实验室，不是数据出了问题，而是那小子跟你表白了。嗯，那你怎么回答他的？我说，我家慕白还在楼下等我呢。真的？亲爱的穆总，你还没有通过考察期呢。林小姐，你是时泰集团的？时泰集团的 CEO 石群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有个合作想找林小姐谈谈。什么合作？介意不说话。林小姐，听闻您对慕白爱慕已久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如果碰巧有个事儿能够破坏温岚和慕白之间的关系呢？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实验室偷资料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可做不到。哎，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傻事呢？那你要我做什么？你知道温修远吗？温岚的舅舅，第一个实验对象。温修远？你舅舅就是我舅舅，城北疗养院是吧？好，我办事你放心。你只需要告诉我温修远在哪儿就可以了。想得美。林小姐，希望你能再好好考虑一下，到底是这个小实验重要，还是你的穆哥哥重要。蓝博士，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那就别在这儿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你要证据是吧？就算一切消失无迹。
心事。